作业做完了？做完了。真棒。我能做我的诗完了吗？当然可以啊。好，等我先把书包整理好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张思瑶，我现在刚刚写完作业，然后呢，爸爸奖励我了一个诗完，然后呢，好久都没做诗完了，我们今天就玩的嗨。我们第一步就是我们需要把这几个巧克力条跑入热水中，然后呢，挤入模具，然后呢，放入冰箱，里边还可以随机赠送一个小礼品呢，里边有还画的图片，就是一个小狗、小熊，很搞笑。一个鳄鱼，一个还有小狗呢，我最喜欢这个小狗狗，看一下我待会儿能不能抽到它吧。来开箱吧。好，我现在要打开了，看一下能不能得到刚刚的小礼物。哦，这是一个粉末。哇塞，得到了一个帅气的卡片。很帅气的卡片。这是什么呀？我已经猜到这是什么东西了。什么啊？你猜。这到底是个啥呢？我们现在就把它拆下来吧。我大概已经猜到这是什么东西了。好了，这是一个陀螺，我们来试试这吧。战斗陀螺，出击 ！Yes。来，我们回归我们的主题，这是一包不知道是什么，我们打开看看吧。哇，好香啊。哦，这是一盒饼干，我来尝一个吧。香香的。他为什么要给我饼干呢？我来看一下。哇塞，原来是待会儿如果有多余的冰淇淋的话，可以来夹到饼干中间。爸爸，来开始做冰淇淋吧，先把热水倒入里边。呀，我来先泡一会儿，让它洗个澡。对，让它融化一下。对，哦，好软，已经可以了。给，谢谢。我们先做巧克力的吧，我开始挤喽。这个要做一个一半蓝莓一半巧克力的。对，夹上，这个一下子做好就能吃了。我尝尝。你这个贪吃婆。你尝尝。很美味。谢谢，这是张思瑶做的巧克力夹心饼干。好香啊，来吧。我终于知道你刚才为什么那个巧克力不够了，你这上面挤的太多了。哦，这是我们刚刚做完的，好丑啊！不过呢，我这个盖住了的话，我觉得咬下来的话，有那种双层感觉。对，好丑啊！还剩一点点做饼干吧。还剩下一口，我要舔掉，哈哈。走，我们把这个放到冰箱去。爸爸，放冷冻还是冷藏？就放最上面吧。好。对，它这个硬的可快了。等上个半个小时。半个小时，行。应该几分钟就好了。等时间到，来看看吧。看好了没有？哇塞！硬了吗？你摸一下。硬。走。走。小伙伴来看看我怎么给它拿下来吧。这就是我做的十万小冰棍，好可爱，小兔子吧？我是一个冰棍吧？
桃。这是一个。我是一个饼干。这是一个巧克力冰棍儿。对。来，先给你咬一口这个。嗯，很香。好吃吧？我吃一个啊。我这就是一个巧克力。很软，美味，是个葡萄味的。你妈快回来了，快点把它收起来，放到冰箱里，不能让她知道。走，我把它藏起来，不要告诉我妈妈哦。如果告诉的话，我就死路一条了。你害怕吗？记得不要告诉我妈妈哦。